别来坚毅不倒。你带砍刀触发不了啊，对面哪有肉啊。把他血量耗残一点就耗残一点，这样我的意会越来越痛的。意识打血量越低，伤害越高。就是能把血量打低一点，就尽量多压制他的血线。我来，打得真激烈，变成大乱斗了，我车，我来，棒，有点不理智了，在干什么？关键反正主播是赚麻了，这个兵线。直播现在走了好多线，刷这不应该六级了，反正我是赚麻了啊，人头也拿到了，兵线经验也全吃到了，多少线呀，这建模漏了，真团队，这也去支援，要是哥们来，哥们肯定不去，这个线烂了跟死了一波没区别，至少掉了两波兵吧，两波兵掉了一级了差不多。他才四级，我要六级了。怎么回事？偷袭我，我还以为这哥们回家了呢，等了半天没回家。他这个印记捏着了是吧？那我感觉我大早了呢，这波抓一波他还好多。捏了个三层的那个标记，可惜。
我这大招空了，我刚应该一直打坚决的，我后面又想去打那个剑魔，剑魔在我脸上，他也是个半血状态，也不是很好。怎么说不假邪？残暴之力，闭归，有说法，有说法。先觉得真眼。他会直接一直 QE 我，这就看你自己的走位了。能压血线，尽量先压血线再补刀，刀补不补的倒无所谓，血线不压你就会很难打。直接一下死了，先压血线再补刀，你不压血线这波就杀不掉啊！我能 A 他，我肯定不补刀。如果有一个炮车在这里，那能打他一百血，我肯定选择打一百血。哎呦，这个一这个 Q 用的很好，我被他 Q 了一下，我半血没了，还一百块钱呢，能跑吗？加油，再好跑，豹你跑的还是快啊，这都跑掉了。干啥嘞？我感觉是烫不死的呀，他有个盾，我看不清楚血量，烫死了。不过也行吧，我大招把他闪现逼出来了嘛，也不亏啊。
看不到彩蛋了，应该看不到了吧？对，十一级还得拿到，应该来不及了，对面要结束了呀！不出意外，十五投降了。他才九级，他才八级，我都十一级了。我觉得他升十一级还得很久啊。啊！还有反转？哦，那我感觉有机会能看到了。队友开始发力了。直接进去就行。他没有伤害杀我的。剑魔怎么又死了？死在哪了？这么勇敢吗，小炮？跳十一级的永恩头上，好勇敢！要我来，我感觉我不敢跳啊。有闪有点燃，他还想杀我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哦，差一点点。让他把这波兵吃了吧，吃了可能要升级了。还没升级啊？你得什么时候能升级啊？这个邪哈乌先锋是可以当赛恩的大招用的，还是比赛恩大招更高级的赛恩大招升级版，它是不可阻挡的。赛恩大招你往它前面挡就挡住了，这个先锋可挡不住啊。哎，你等我来一下。还要再杀他一次。要干掉他两次呢，感觉看不到了。再出发兵就够了，就是大招会减十秒钟，然后那个大招会看起来变得更大。这个建模任务胜利的话，大招能加三秒钟吧，好像。